五日节不只有食肉粽，更加是要纪念爱国诗人彰化市北埔里内的邱家庄。自古以来，供奉邱员大夫，每年拢由邱家庄人轮流跋杯、跋炉子，将邱员大夫请登去厝内供奉。特地今年五日节进前，邱家后代子孙齐心建立邱员宫，将伫六月初一举行立会安坐大典。全省的庙宇是邱家庄民共心协力，起来要供奉邱员大夫。为着立会安坐大典，邱家庄民也总动员。把咱台湾唯一吼，伫咱迄个北埔彰化北埔吼，有带着咱屈姓吼，将近有百外个人吼，的一个聚落吼啊。较早吼，阮每年拢举办着咱的端午的庆典活动吼。啊，所以在咱迄个庆典的时阵吼，拢身上拢随着咱楼主吼来伫厝的咧安奉吼。啊，咱的信库员大夫的信众愈来愈多吼，所以无法度情况下吼，才调一尊伫咱太和宫吼。啊，大家才有应想着讲吼，想要甲咱替咱库员的大夫吼来起一间庙，专门服侍伊的庙吼来。邱员宫伫要举办立会安坐大典，真重视地方宗教信仰的管理员张汉天也专工来参与，佮较肯定邱家庄民的共心协力。我是宝宝家，还有一个邱员的后代吼，啊，在遮还有三十几户，啊，相信大家拢知，因为咱屈原是爱国诗人，啊，因为过去因拢用跋炉煮的方式，啊，所以尾啊，因为咱理事长林爸爸啊来提议讲，啊，无咱来因来起一个迄、那个。啊，宫庙，后来大家来要来参拜，算较方便。啊，不但是邱家庄民也是邱员的后代。六月一号，邱员宫立会安坐大典的时阵，庄民也准备500粒的素粽，甲2000粒的肉粽，阁有小礼物要甲民众来分享。阮这边吼，啊，冒传咱金门小礼物吼，啊，要送咱遮的市民吼，啊，然后来参加吼，拢会当得到一份金门的这个礼品。邱员宫技术人员表示，六月一号在彰化市北埔里景观公园有彰化市公所举办的五月节系列活动，邱员宫就伫遮。东港的立会安坐典礼也是整个系列活动的重点。彰化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